下，陈老师，我敬你一杯。请稍等，我把这个。不是，我真的敬你一杯。我余下，你听我说，我余下来到这个公司就是你欠我，那都支持你。你站着我喝不了。好好，坐了，坐了。好嘞，兄弟，谢谢余校长教我那么多。到你了，莫非，敬你。我今天跟你说的是真心的感谢。好吧。你别抢我的。你要拿出那种认真学习的劲头。知道我有时候太随便了。不是随便，做服装设计就是做艺术。老孔，我敬你一杯。我敬你一个毛肚。不要。慢点。好。这个都没熟好吗，大哥？熟了，我保证熟了。啊，肯定熟了。我说熟了，烧了20分钟，怎么还没熟呢？要不要我喂你吃啊？谢谢你，就你那爪子算了。敬你一杯。哎，啊，大家敬我。我好像声音太大了，小点声。今天，唐总难得跟我们欢聚一堂，你们大家敬一下唐总。听唐总，是莫非要走了，你们应该敬他。敬莫非，那敬莫非。来，唐总一起吧。唐总，谢谢唐总，谢谢大家。那莫非，你是不是代表我们大家跟唐总说点什么？感谢唐总来我的欢送会。不行，太简单了，谁要听这个呀？就是啊，你这都要出国了，说点煽情的。最起码要表达一下离别之情。哎呀，这又不是什么离别，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，我们随时可以见面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所以你会经常来看我，对不对？会。打工。咱仨电灯泡太亮。干杯。干杯，谢谢大家。干杯，祝莫非一路顺风，还有决心，加油。